高的审判我，笑不配战火，所以呢又如何？什么规则怪我从来都没听过，他们说我太弱，叫我为失败者。多少年沉寂的，或许事事都有个败者的传说。就凭你也配？客凭本事不是吗？他又没写上你的脸。放不下的执念，多少是一阵梦寐以求的那座神殿，承受不了的久别，自不量力迎接这暴风雪，绝境中的破茧，不可战胜，那就手破这界限。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出现在就那个大屏幕上面。大家好，蜀网之来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玉璇。